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我国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所写的《桃花源记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，他笔下的桃花源可以说是人们对美好居住环境的一种向往。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这样的一个小村子，它的神奇和美丽完全可以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媲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愚园古村。愚园古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西南部，始建于南宋，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。据史料记载，南宋时期有一位姓余的杭州人，他的父亲在毗邻武义县的松阳县做官，父亲去世后，本打算将棺木运回杭州的他，路过此地，发现这个地方山明水秀，风光旖旎，是块风水宝地，于是就把父亲安葬在此，自己也留下来守孝。之后余家就在这里生儿育女，繁衍后代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村落。如今愚园村拥有700多户人家，2000多人口，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愚姓聚居地。村民们渔樵耕读，仍然过着安逸恬淡的生活。不过历史上有一段时间，愚园村却旱涝不断，民不聊生。据《愚氏族谱》记载，愚氏第五代孙愚来与明朝开国国师刘伯温曾是同窗好友。公元1349年，刘伯温回乡时途经愚园村，愚来便请刘伯温帮助除害避灾。精通天文地理的刘伯温经过仔细勘察，将村口溪流由直溪改为曲溪，与四周环绕的青山共同构成了一个太极图。他还在村内布局，按28星宿建筑房屋。在按照刘伯温的布局改建后的几百年里，愚园村旱涝无余，村态民富，不仅富甲一方，而且文运昌盛。因此在愚园村的各种装饰中，太极图案极为常见。愚园村中大大小小的太极图案足有400处之多。小桥流水人家，依山傍水的愚园村数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现存描绘愚园的古诗词就有100多首。双溪九垄环而抱，云可更兮月可钓，翠草凝香黄毒肥，银波弄影金鱼跳。明朝进士于俊写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对愚园村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，而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的是愚园村的建筑。愚园村现存宋元明清古建筑1000多间，在这些古建筑里，木雕、砖雕、石雕巧夺天工，随处可见。愚园村的古建筑跨越宋元明清4朝，因建筑保存完好，类型丰富，在200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建于道光25年，即公元1845年的京深楼，以蔬菜水果为主的木雕独具匠心，表达了主人对大自然的亲和与关爱，反映着这里的村民自然淳朴的生活情趣和价值观念。生远堂建于康熙2年，即公元1663年，正厅中的这段栩栩如生的木雕百余梁已有350年的历史，寄托的是主人儿孙满堂的愿望。愚氏宗祠修建于明朝隆庆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567年，共有房屋51间，都高低有序，错落有致。众多名人名家题写的匾额，至今仍在提醒着于氏家族曾经的辉煌。于氏祭祖典礼是愚园村于氏家族最重要的祭祀活动，一年要举行4次，每年农历2月15、清明、中秋和冬至这几天，村中所有16岁以上的男丁都要前往于氏宗祠祭拜祖先。除了每年于氏家族的祭祖活动之外，在漫长的聚居过程当中，愚园村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俗文化。
许多独有的民俗活动历经沧桑，流传至今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当属圆梦节的民俗活动了。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六，是鱼圆村最大的民俗节日圆梦节。鱼圆村圆梦节起源于南宋，每到圆梦节，鱼圆村大大小小的街道空地上摆摊林立，各种风味小吃、卖艺杂耍，以及乡土特产、古玩器物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附近十里八乡的百姓、扶老携幼汇聚鱼圆。关于圆梦节的起源，有这样一个传说：相传鱼圆村古时候经常发生水灾，为此人们修建了洞主庙。洞主庙中供奉了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，以求一方平安。而农历六月二十六，据传说是李冰的生日，所以每年到了这一天，鱼圆村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，连续上演三天四夜的六月戏。这种独特的民俗活动被一直保留下来，逐渐演变成为如今的圆梦节。近年来，鱼圆村圆梦节这个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传统民俗节日，已逐渐打破地域的界限，迎接八方来客。到了圆梦节这一天，数以万计的游人来到鱼圆，这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甚至还有外国的朋友慕名而来，参与鱼圆村圆梦节的传统民俗活动。人们共同祝愿风调雨顺，家业兴旺，国泰民安。有人说，走进鱼圆就如同是进入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大观园，它的一砖一石都极富人文色彩，每一条古巷、每一幢古宅都仿佛有讲不完的故事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鱼圆村的古屋、古桥与山水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，吸引着前来探寻的人们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这些建筑被称为地下四合院，当人们极力将建筑向天空延展的时候，千百年来它却隐藏在大地的怀中。细腻的泥土塑造了它坚实的躯体，智慧的人们赋予了它不朽的灵魂。它是黄土高原上开出的绚丽花朵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三门峡地坑院。